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听谁不听？就咱家这个喜剧的玉米面条啊，谁是花9.9啊，买的5包，对不起啊，你买贵了。咱看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老弟个链接都给你转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9.9啊，给咱发5包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2元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啊，给咱发5包玉米面条，并且呢，咱家这个玉米面条啊，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啊，只有2项，玉米粉还有水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添加。像咱平常呢做个炒面了，做个凉面了，做个热汤面了，做个辣子面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好吃。并且呢它每包都是这样真空独立的小包装，咱吃一包拆一包特别方便。4斤的玉米呢才能打磨出1斤的玉米面条，咱家这个玉米面条呢是真正做到了粗粮细作，玉米面条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咱多吃点粗粮啊，对咱们都是特别有好处的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，咱都可以去吃碗玉米面条，因为咱家这个面条呢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没有任何烂码切到的成分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老楼家了，今天老弟是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2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啊，给咱发5包玉米面条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啊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7.9给咱发5包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